好，来看看选到186，由黄老师、独德还有亚兰姐。对，好，恭喜啊，一百分。对，代表呢最近的好运呢，真的无法挡哦。可能不管你在工作上或事业上的表现呢，甚至得名得利的机会呢，都会蛮大的。对，所以得名，你是第一个命理老师，楠姐入围最佳男主角。金钟奖男主角，男主角，对啊，嘉靖君呢？真的，我是也难得。回去呢要有信心哦，一定可以大放异彩的。对，我相信一定会得奖啦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我在哪里能够金光闪闪？来，我们的幸运数字有186、345、273、614跟527。来，秉汉，527。来，永琪，273。欢老师186。614。614。来，186哎。186。哎呦。啊，剩下哪个没有选？527啊。527没人选，我选527。你选527啊？你选527。527。345没人选，对，没有。那345给我。好，来，观众朋友，再一次哦，听好哦，186、345、273、614跟527。三星财。好，开财。对，好，外一个月呢，可不可以金光闪闪哈？金光闪闪呢，就是看你的第一直觉、第一印象了，选定好数字呢，下好离手喽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呢，选到我们的614，由我们的艾菲老师选到了哦。老师选到这个呢，好，今天功德主60分。哇，功德主。对，桃花满满了哈。其实呢，桃花盛开，把握这个良缘哦。其实呢，为什么只有60分呢？就是说，因为桃花。要看你当下的状态。那如果你是有对象的朋友呢？其实呢，选到这个数字呢，其实你就要记得跟例如说你的另外一交朋友当中，你就要保持一点距离哦，你不可以太过于这种就是没有一些界限啊等等的，会被人家误会，反而会闹上一些家庭上的纠纷。那单身的朋友呢，代表最近呢，虽然会有一些交朋友的机会多了，贵人机会也多了，但是呢，花钱的机会也比较多一点点哦，所以桃花是旺的，贵人也很好，但是呢，钱财呢可能要稍微控制一下哦。好，来看一下呢，选到527呢，由我们的秉汉选到的哦。比方选到这个人数字呢，就是人缘美满，贵人相助哈，贵人运非常的旺哦哈，代表就是说呢，最近呢，凭着你自己的努力呢，会被看见之外呢，另外呢，就是你可能在有一些斜杠人生的机会哦，可能你现在在做直播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你现在选到这个卦象的朋友呢，开始会有一些想要做一些副业，甚至于斜杠人生去学第二专长哦，所以呢，有这个贵人运呢，代表就是说你现在的想法有学习的念头，都可以赶快去做哦，让这个第二的专长。会有效的发挥出来，对啊，也是很棒的。出租大叔可以做一下，出大叔，他说什么都不用做呢，陪人家喝咖啡，陪吃饭，然后也不用做其他怪怪的事哦，还都不用讲话，不用讲话，他叫你去干嘛？也不是牛郎，就出租啊，人家他就有心事讲，你就哦，你有灵力嘎鼻头，阿内，真的假的啦？天啊，日本啊。哦，是哦，对啊，那我觉得你蛮适合的，那你租一下、啊，竞标竞标开始，要的加一，是好，那看赌林哥有没有机会租出去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那看345啊。345的话呢，有偏财哦，偏财致富哦，惊喜收获，还可以致富哎，真的，每天在那这，我有零咖啡收，钱就进来了，好，代表是额外的收入吧哈，所以有机会出租出去哦，代表就是说呢，如果选到这个数字的朋友呢，代表投资运还蛮旺的哦，不管投资像不动产方面呢，或是保险基金啊，如果你做好功课的话呢，但要前提之下做好功课，那你去做一个稳定的商品的投资的话，那其实呢，这个偏财运还不错哦，有利于买卖一些不动产、动产之类的哈，都还算不错的。好，来看一下选到我们的273呢，由我们的永琪选到的哦。永琪选到这个数字呢，事业亨通，再创佳绩哦，工作运方面呢金光闪闪，对，代表呢直播呢或各方面的一些事业呢会越做越顺利哦。那另外的话，一般观众朋友选到这个的话，代表你的工作呢如果有转职的念头，或者是呢你在原本的工作岗位上好好的努力呢，基本上不管是动与不动，都会是很好的变动哦，也会有很好的一个机会哦。所以呢，保持你的努力，把你的这个积极的态度拿出来的话，那你的事业呢还是会更好的。好，来看看选到186，由黄老师、
独德，还有雅兰姐。对，好，恭喜啊，一百分。对，代表呢最近的好运呢，真的五把档哦，可能不管你在工作上或事业上的表现呢，甚至得名得利的机会呢，都会蛮大的。对，所以得名得名，你是第一个命理老师，雅兰姐入围最佳男主角。金钟奖男主角，男主角，对啊，嘉靖君呢？真的，我是演男的。会中，王老师你也觉得会中？看气色，看气色。谢谢我中，先先讲嘛。看气色会中，会中，没办法。对，郭子乾黑黑的，对不对？郭子乾，他吴康仁有入围的。吴康仁是最佳女主角。哦，男配角，最佳男主角，哇，不可能，恭喜第一个，对，真的好期待哦。会啊，入围也是肯定了哈，但得奖更厉害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对啊，这卦象都是好的卦象了哈。对，相信呢要有信心哈，一定可以大放异彩的。对，我相信一定会得奖啦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来来来，观众朋友请注意啦，好玩大奉送，想要获得金钟奖最佳男主角，你懂？想要获得雄霸天下貔貅聚宝盆的观众朋友，详情请上我们命运好好玩的脸书官方粉丝页参加抽奖，就有机会获得喽。谢谢老师，老师，谢谢来宾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拜拜。年轻人，你在迷惘吗？听我一句话，少奋斗30年，让老师帮你指点迷津，从躺平族变成人生胜利组，跟着星象趋吉避凶，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。年轻的朋友，想让命运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？详情请上脸书官方粉丝团。